大家好，又翻嚟我哋芒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時間，有我嚟自澳洲嘅真 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亦都有嚟自马来西亚嘅大马 Sir， 各位好。喺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哋三个频道芒向正向嘥冷气点赞、分享同埋订阅，砌抗疫、拼经济、反网暴。好，今节我哋讲讲呢个欧陆嘅事情啦。咁歐洲大陸上面呢就有兩大巨頭啦，就係、是、德國同埋法國啦。咁德國呢其實呢都唔平靜㗎。咁呢其實呢聖誕節啱啱過，咁估唔到呢德國呢就開始有人蠢蠢欲動喇喎。德國國內呢其實呢我睇到英文媒體就寫全德國基本上呢街頭示威者好多，成千上萬嘅抗爭者啦。點解呀？因為呢抗議德國當局頒布嚴格嘅新冠防疫規定。咁示威者呢就唔想接受政府嘅呢個規定，點解啊？因為咧政府咧對個人同埋職業生活咧，佢哋就話啊我哋咁多限制點得㗎？啊點樣生活啊？過唔到日子咧咁樣講啦。嗱咁喺尤其是德國東部嘅地方咧，示威者咧通街都係㗎。咁根據警方嘅通報咧，好似喺呢個有支德甲球隊叫羅斯托克，大家可能聽過啦。羅斯托克就係最多人嘅，差唔多10,000人喺度。咁另外喺呢個十里林咧，就有2,700人。咁其他地方咧都有好多。咁當然啦，德國西部都係有示威嘅。咁啊，呢啲人咧，居然咧係全部唔戴口罩。哇！好似喺呢個勃蘭登堡州嘅南部，咁總共咧有16場嘅抗爭，總共有10,000人。咁單單係呢個科特貝斯咧，就已經係有3,000人啦。哇！你睇到，咁少人咧，冇乜嘢嘅。咁另外馬格德堡咧就有5,000人，咁圖林根州更加係過萬人出嚟喎，咁少人爆起上嚟嘅時候，好 Q 大鑊嘅喎，幾千人喺嗰度喎，其實係嗰啲官方數字咧，係同鏡頭前睇到嘢有啲唔同嘅，因為有啲德國網友咧 send 咗啲視頻俾我睇啦，嗱咁更加咧係有人咧就用咗港式嘅嚇叫抗爭啦，就係掟嘢。咁啊，掟咩咧？好似喺呢個薩克森州嘅話咧，最少啊就有10名警員係嚴重受傷。當然啦，呢啲係發生咗超級警民衝突嘅地方啦。嗱，咁德國其實佢嘅新冠疫情係咪好犀利咧？都幾犀利嘅，平均每日新增咧就有27,000以上㗎。咁不過嚇，比起2個星期之前，因為佢哋防疫政策相當地緊啊，已經係可喜可賀㗎咯，減少咗46%。所以我明白呢班人出嚟做咩咧？咁之前咪好 Q 大鑊？系啊，但系已經係好噶啦。你仲出嚟搞，咪令到個勢頭本嚟不錯嘅勢頭，咪等於俾你哋咁樣嚟一嚟，咁咪好多人有感染。咁其實你哋係等於係傻噶喎，即係將一個唔錯嘅勢頭係壓殺咗，係嘛？嗱，咁單日嘅病故嘅人數啊，離開呢個世界人數咧，都係大幅減少咗42%，其實係不錯噶啦。呢個咁嘅成績啊！很可惜咧，呢班人就話唔得啊！我要自由，我要自由。嗱，咁咧，如果用中文嚟講咧，其實咧，德國今次嘅抗爭咧係遍地開花噶，即係佢哋成日講咩遍地開花啦嚇，啲黃友嚇，咁咧更加係發生咗多場嘅警民暴力衝突。咁好似頭先講嘅德國東部就最多啦，咁警方受傷啦。嗱，好似喺東部嘅黑麥克倫堡福爾波門邦咧。咁當地咧，其實咧，哇，係有15,000個示威者走上街頭，發生咗嚴重嘅警民衝突。咁咧，警方咧就俾人哋掟嘢。咁當然啦，真係呢個梁天琦個呢個阿哥咧，呢個天琦 BB 咧，即係教壞咗全世界好多人，就係好多人抌磚啊，仲有石頭，仲有就係玻璃樽，冇錯啦。係喎，咁樣喺德國讀緊書嘅難民台陽哥點啊？冇見到佢身影喎。我睇佢 Facebook 好似當冇事發生喎，你應該抗爭嘛，當然啦，我哋講下啊，咁啊，當然呢個係唔可以啦。嗱，咁咧另外咧有人咧就係認為警車都係俾翻起咗嘅嚇，咁好激進啊！仲有拘捕，仲有就係襲警，甚至啊用啲極端組織嘅極端組織嘅標語，同埋使用呢個我哋成日講嘅，佢哋好中意用嗰啲煙啊，顏色煙啊，真係顏色煙啊！咁當然啦，警察咧就用呢、這個嚇、啊、請佢食棍，梗係有呢、這個叫做咩咧？催淚煙啦、啊。
咁另外喺又係東部地方嚇，呢、這個布蘭登堡咧，估計亦有10,000人上街。咁有人咧好搞笑，就唔係放煙花，係放炮仗，更加啤酒樽。新年咩？係啊，咁當然啦，佢哋西人都點樣嚟呢啲咁嘅幾嘢咧？嗱，更加有人咧，除咗炮竹之外嚇，仲有就係呢個玻璃樽啦。咁咧最少咧嚇喺呢個薩克森邦咧，或者叫州啦嚇。最少有10名警員咧，係叫做掛彩嘅，啊，成身紅曬噶啦，咁大家知道係咩嚟噶啦。咁另外薩克森州最大嘅兩個地方，萊比錫啊，同埋呢個德勒斯登咧，亦都係出現咗大量嘅警民衝突。咁最後嘅咧係出咗呢、這個，當然咧催淚煙出嚟啦，啊，咁而家睇到咧德國咧係不平靜，同埋講明咗一樣嘢，嗱，好似巴伐利亞州佢哋嘅警察總長就話咧，有8名警員就嚴重受傷，仲有示威者當然都受傷，而且有一位係示威者帶嚟嘅細路仔，4歲嘅啫，好心啦，哎、搞錯啊，即係冇腦嘅呢啲咁嘅人。嗱，咁另外咧喺巴伐利亞州，亦都係有突然之間一場冇預告嘅大型抗爭。嗯，咁啊，經過緊急程序咧，其實咧佢當地嘅法院喺24小時，哇，都幾快喎、啊。喂，快速判決喎，24小時內就對4名示威者咧做出判刑，因為唔壓制佢哋唔得。其實呢單事情咧係28號，我哋朝頭早，佢哋夜晚啊。其實好係尋日，即係我哋尋日早上喎，咁估唔到咧咁快已經係判咗。嗱，有人咧就罰款，有人就係幾個月嘅叫做緩刑。咁咧其中2個男人咧，因為咧係拒捕，即係抵制執法啦，同埋襲警或。同埋呢個叫做啊，攜有呢個攻擊性嘅物品，咁啊分別判刑嗱，聽住啊，係8個月同埋12個月，不過係緩刑。仲有1名婦女就係6個月嘅緩刑。咁咧，另外一位被告因為犯呢個有罪對抗同埋侮辱他人，而需要咧係啦支付罰款嘅。咁啊，哦、都幾平嘅，佢就交罰款，就交80日更多，但係每日咧就20蚊歐羅嘅。咁都係1,600歐羅，但係都唔少啦，1,600歐羅。講句老實話嚇，有冇人大叫沒有暴徒，只有暴政啊？啊冇喎，冇喎、啊。有冇人大叫呢個德警乜全家？都冇喎、啊，個個都話：誒、哎、做得好啊，做得好啊！嗱，咁另外咧，有人真係好危險啊！根據德國警方嘅叫做記者會，佢哋就報告啦，喺呢個薩克森州嘅 Bautzen 啊呢個地方咧，警員咧試圖阻止一個電梯運行叫做嚇，因為個電梯咧嗰啲抗爭者啊想令到佢叫做停啊，但係一停咗咧，可能啲人會跌落嚟喎。係啊，咁啊結果咧，大量嘅抗爭者咧就用玻璃樽同埋呢個叫做炮仗去抌喺呢個警員，都幾大鑊噶。咁萊比錫啊啊，萊比錫都有30幾條街咧係發生呢個大型抗爭嘅啊，所以聽到都驚嚇德國啊。咁啊，當然啦，啊嗰啲黃友好似集體禁聲咁，好似冇發生呢件事喎。係啊，啊點解咧？雙重標準咯。其實講真喎，啊你講，西人嘅警察嚴正執法，你就冇問題。香港警察你就頭先講嗰啲啦，乜警乜全家，法治已死，沒有暴徒，只有暴政。跟住寫埋曬嗰啲，仲有一個好卑鄙嘅，係你教我和平示威係冇用的。啊，哦呢、這個真㗎，即係得好笑咯嚇。咁啊，當然啦，更加有人嗱，最新圖片睇到啦，啊，有人 BBQ 添，喂，呢班人係拉得啦，拉係冇錯啦，嗯，係嘛，應該拉啦，啱啊，嗱，原來點解有啲人咁癲咧？原來咧佢就話嚇啊，居然啊係有啲醫護出嚟喎，啊點解要強制接種啊？真係黐線嘅呢班人啊，同埋咧，因為德國嘅東部咧同西，因為東部咧多數係前東德嘅地方啦嚇，西邊咧就係。前西德的地方，咁西面啲人咧，經濟比較發達啲，同埋嗱呢個係統計出嚟噶，我哋冇歧視啊，同埋咧教育水平高啲，但係東部嘅人咧就差少少，咁東部嘅疫情咧亦係比較嚴重啲，所以東部嘅封城狀態係強一啲嘅，嚴格一啲嘅。咁今個月初咧，就德國就通過咗必須醫護人員要強制接種，所以今次有啲醫護人員出嚟，而且佢哋唔鋸係咩咧？哦，原來咧跨年嘅大型慶祝活動基本上咧都係取消曬噶啦，啊點解冇得過新年？唉，一日啫，係嘛？
你咁想遍地开花，顶你啊！而家严重啊嘛，大哥。咪系咯，冇脑嘅呢啲人真系。嗱，咁除咗德国之外咧，其实咧其他嘅欧洲城市都系有零星嘅示威嘅，法国亦都有。嗱，咁同埋咧，法国咧，我谂咧之后可能有大型示威，点解咧？因为法国咧就会加强居家办公，就为咗阻止疫情啦。其实过去一个星期咧，法国都几禁下噶。过去一个星期，法国离开呢个世界嘅人数咧，居然啊一个星期有1050人走咗。呢个系系啊，自从去年四月以嚟，从来未见过嘅高水平嚟噶。咁其实咧，法国咧，你冇睇法国，其实咧都有12.25万人走咗噶啦。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咧承诺要采取适当嘅应对措施，其实就系更加强硬嘅措施，呢个系啱噶。不过都唔算系好严格啫，讲真的都系普通嘢嚟嘅啫。嗱，咁佢嘅适当措施，嗰啲人就讲到好似好惨咁啦。其实咧就系、要求所有符合条件嘅员工每个星期最少在家工作3天。喂，咁有咩问题啊？讲句老实话，并且禁止2000人以上嘅大型室内聚会。咁呢个好正常啫，系嘛？其实在其他国家来讲算是松的。是。当然了，就是为了压制主要由 Omicron 变种而拉高了的疫情。因为 Omicron 虽然现在我们讲回现在现有的数据就看到好像是轻症比较多，但是呢传播性是很高的，比起 Delta 变种高得多。法国总理，记住总理啊，不是总统啊，总理卡斯泰呢，他也承诺。承诺了什么呢？就是一个叫做法律，这项法律是令到疫苗接种几乎成为强制接种禁制的，那没问题啊，为大家好。当然有些人说啊，那还有自由的，那你使不使顾下其他人自由？他根本没理其他人自由的，是的。那法国呢，自私，这些就是自私，没错了，就好像我们望祖那个人都傻的，什么Individualism 在英国文化不关事啊，唉，不关事的，傻仔。现在是社会在公共安全啊，这些东西，唉，根本不拿关事，那些人傻傻地，真的觉得。其实呢，这项法国的法律呢，就是想着一月中旬就生效。那就通过加快一个，之前我们讲过了，疫苗通行证。那其实呢，就想着加快推这个疫苗通行证了。咁咧就係、如果你出入酒吧、餐廳，仲有其他嘅公共場所咧，從呢個健康通行證變成疫苗通行證。以前健康通行證咧，就係、咧，如果你攋個新冠證明咗你已經康復咗咧，係可以入。同埋第二，如果你真係沒有接種的人咧，你就只要提供一個規定時間內嘅叫做 PCR 檢測報告，就陰性報告嘅結果就得啦。咁而家唔得啦，而家咧，即係將三合一咧變成一樣嘢，就係、疫苗通行證。只有接種咗疫苗先至可以進出頭先我講嘅地方。咁啊，如果呢個議會通過法律嘅話咧，咁樣咧，只有新冠呈陰性嘅人咧，唔再被允許進入呢啲場所啦。即係如果你淨係陰性，但係即係淨係你得一個陰性報告，冇接種嘅話咧，對唔住，你都唔入得去。但係如果你接種咗咧，其實咧最後尾講咧，即係咧。頭先講嘅本嚟健康通行證就有三個啦，就係復原咗之後嘅證明。第二就係陰性報告，即係 all 啊，係 all 或者嚇全部，或者係你完全接種咗疫苗。而家咧老實講，淨係咧其實變相已經就係等於係完全接種咗疫苗先可以入去。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完全接種咗先可以入去噶啦，頂。其實我覺得歐洲已經好寬鬆噶啦，好遲先做啦。係啊，冇錯啊，唉嗱，所以咧。政府咧，雖然而家咧嘅措施咧都唔算好嚴格，但係咧好多人都覺得咧，不如應該有新嘅措施啦，好似宵禁啊，或者咧聖誕節之後推遲呢個開學嘅日子啦。不過咁講，有啲人咧依然係無視公共衛生專家呢幾日嘅呼籲，採取更加大膽嘅行動，就係乜都唔理啦，到處走啊，開 party 啦，話之佢啊。但是法国总理卡斯泰就说，我们现在同时间赛跑紧，政府的战略是随着疫情的发展改变的一些适当的应对措施。他就说，虽然我们还没看到 Omicron 变种令到我们的医院有不堪重负的现象，其实应该是喂防范于未然，其实法国今次做得好，没错，但是他就说，这种变种传播速度实在太快了，
所以呢我哋只可以做嗱呢啲就超前部署啦，顶你台湾佬学下嘢啦。咁最近几个星期，欧洲各个国家呢为咗抗击新一轮嘅疫情呢，当然系自 Omicron 变种啦。咁重新对生活同埋商业实施咗限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嘅数据显示，欧洲目前就占全球确诊同埋离世人士嘅三分之一，都几犀利吓。嗱，就好似圣诞日嗰日啦，12月25号，法国单日新增嘅确诊数系105,000，都几犀利啊！就系、是、咁样，唔封都唔得啦，咁样。冇错啦，就系、是、大流行以嚟最高嘅数据。咁咧，部分原因系由于咧，大家喺节假日之前咧。咁其實咧太放縱啦，太放縱啦，朋友。同埋咧，係大家咧做咗樣嘢好嘅，就係、是、買咗好多測試劑，係檢測自己。OK， 啊，咁都好事嚟嘅。其實，而家咪睇到又係學中國咧，大範圍咁測試，而且民間自己做添啊。嗱，所以咧，我哋睇到咧，因為大規模咁樣測試咧，所以咧，你睇到個數字都係不斷咁上升，咁都係好事嘅。早啲發現都係好事，啊，都係好事。講真，嗱，咁專家就估計。这个变种呢，其实呢已经是占据了巴黎感染数的大多数了。嗯。咁头先讲的这个卡斯泰就是总理呢，咁总统马克龙点讲呢，咁佢领导的政府呢，其实佢就唔希望再次封城㗎啦。因为呢经济损失实在太严重，这个西方都系諗住咁唔封城㗎啦，讲真。除咗好似奥地利啊，仲有荷兰真系太过分啦，爆得先至封㗎啫。嗱，相反呢，他哋更加提倡推出強化疫苗，並且採取一啲限制措施，比如就係在家工作啦，而唔係好似以前咁樣簡單咁樣封城。嗱，咁其實咧新嘅在家辦公規定就係今日就正式開始噶啦，嚇，咁咧會持續最少3个星期。咁估計咧，法國咧每10项工作當中咧就有4项可以遠程完成嘅。另外马克龙亦都宣布其他的措施，包括咩呢，就是禁止在长途交通工具以及电影院、戏院，即是剧院啊 ，sorry， 应该剧院消费食品，即是食嘢饮嘢啦，以防大家掹低口罩。同埋酒吧仲有餐厅咧，只要求提供呢个外卖，餐唔系，系餐桌服务喎。餐桌服務的意思是什麼呢？即是呢 Dine in 即是要梅花間竹地坐。哦哦，明白了、啊、餐桌間住地坐、啊、OK OK。 那一些人就說政府做得還不夠、其實我覺得都不是很夠，講句老實話、啊、你要再緊一點、緊一點的話，可能反彈更加厲害。因為那些人說剛才講的法案是未通過的，就是呢將這個健康通行證變成疫苗通行證，這個法案是未通過的。那些人說、啊、通過了肯定出來搞事了，那都挺大鑊的。那更加有人說，就說如果今天我們只是顧經濟的話，那衛生系統可能就會輸了。是啊，其實一直疫情以來一直都是在經濟和、就是、醫療 兩方面一直拉扯的，或者叫取捨的、啊、取捨的，你選了經濟那邊就倒，你揀咗醫療，經濟就冧。但係我又咁睇，如果從長遠嚟睇，你真係保住醫療系統先喎。係嘅，如果你經濟嘅話係短期嘅啫，啊，咁如果你長期嘅話係，嗱、啊、呢、這個係冇辦法，係真係有人犧牲嘅。啊，我知經濟上啊，啊係有商家犧牲啦。咁但係你一直咁樣反反覆覆都唔係路啊。嗱，咁未來幾個星期咧，係咪會採取進一步新嘅措施咧？咁就取決於法國嘅醫院咧，是不是能夠應對聖誕節之後和新年之後的疫情呢？因為現在還未知道、啊、是不是真的會新年之後會大量的染疫啦。法國的醫院呢，甚至呢在 Omicron 的全面影響之前呢，已經是缺少人手，其實全世界都是的啦。是，沒錯，全世界都是的啦、啊、現在這樣說啦，除了做少一些叫做在 office 工作之外呢，咁法國其實都唔算好嚴格啫，啊，都唔知嘈乜，啊，真係都唔知嘈乜啦。因為其他就係叫你 work from home 啫嘛，3日喺呢個屋企，
疫苗護照啩，可能係啦。其實最大鑊咧，可能就係佢哋嗰啲人咧就覺得啊，要我要疫苗護照，咁我肯定出嚟搞事。我諗係會有一批人出嚟搞事啊，唔係諗啊，絕對係會。以呢幾日嘅睇到嘅事情咧，荷蘭都係有啦，啊，荷蘭都係有啦。咁當然而家咧德國咧，其實德國係向好嘅咯，所以搞事嚟講簡直係傻嘅。你咁樣嚟講，咪令到疫情可能會反彈咯。咪係咯，啊，你咁多人出嚟，咪令到疫情反彈。其實你已經係減咗40%嘅個案，已經係不錯嘅成績，係用咗幾個星期嘅啦。要捱埋佢咯，唉，係啦，冇錯啦。啲人又唔肯，唉，之前我哋都講過德國嘅鄰國比利時又係好多傻人出嚟搞搞震嘅，啊，咁啊比利時而家都好咗少少啦，咁唔知有冇人又出嚟搞搞震啦。因為好咗少少就係證明封城有效咯，大哥，你冇出嚟啦，頂。冇錯啦，但係因為比利時同德國都一樣㗎，就係、是、好多嘅跨年活動咧都取消咗。而家除咗英國佬咁夠僵之外咧，我真係睇唔到其他地方咩人咁夠僵。英國佬就係連這個市集啊，嗰啲咩新年啊、聖誕市集都冇乜關嘅，啊，你真係唔怪之啲 Bianoga 啊咁開心啦，啊，有得行啊嘛。好，今次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先，多謝各位，再見，再見。